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，我是邱瑞，来看一套已经买了的样板房，我们准备明天过户，然后就挂牌出租了。修了几个地方，那个上面那个屋顶那个补助了，然后待会儿里面有个地方修的，还有就是那个灯还没修好，它现在正在拆电视机。好，这个位置在 Frisco、Hillcrest 和 Rollator 这个西南角。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，就这一个小区里面，这两年应该买了有五六，至少有四五套，就方圆大概150米以内啊，大概有四五套房，现在都是有人住的。然后这个房子呢，好在它整体的状态，然后屋顶包括里面的装修都非常棒。这是我们最便宜的，在这儿应该有26万多的，但是是没有装修的，这个是几乎是全部做完的，所以它当时是28万5，最后有很多 offer 进来，然后我们不得已，因为我们先递的应该 full price，然后不得已后面又加了2000块钱，最后好像是28万7成交的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户型也相对来说就是利用率，空间利用率特别特别大，而且它是虽然是车库在后院，主卧也在后院，而且它有4个卧室，1700多尺，不到1800尺。你看厨房也全部做完了，地面、灯、墙面都是做完了的，然后它的橱柜里外全刷，这个不是贴皮的，是里外全刷了的。台下盆，洗碗机，这是个小餐厅，然后看上面的灯也全部升级过了，电器只有这个是最老的。而这个老到不行，这个是1999年当时最便宜的，1999年最便宜的东西，还能用。我们做物件的时候贴出来，这也算，就是说不行，但这没法修啊，这所有东西都能用。烤箱，你看他做了，这是2018年做的厕所，然后2018年的新的洗碗机在这儿，然后空调2014年的，然后外面这个。trim 是2013年的，然后屋顶啊，然后他修了这个位置，其实修不修对出租来影响也不大。好，整个你看他这边是这样贴过来的，然后这又买的这个东西又把这儿全部包完了，所以感觉相对来说精致，但实际上没花多少钱啊。好，所以这边是入户门，然后过来之后那边有3个卧室，你要想这边开门也行，第四个卧室可以当书房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客厅，然后整个这些 blinds 你看这都是用的，这是塑料的，不是木头的，这是塑料的啊。然后那边前院那个餐厅的 blinds 也是啊。好，过来这个厨房也重新做了，这啊不是厕所也重新做，这边有1个卧室，然后这边有2个卧室。好，我们先看朝着前院的这两个啊，所有朝前院的 blinds 全部换成了这种，他这个书架还没拿走，因为我们提前过户了3-4天，所以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好。这是又一个房间，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后面把它修一下。这个门贴了，它会自己关上还是怎么回事？啊，然后这底下这个地毯是比较好的地毯，但是也比较老了，啊，可以用。啊，这些地毯这样子，然后这也是对着前院，这些 blinds 这些是塑料的，比那个木头的轻一些，但是依然很好用。OK， 厕所，里面换了龙头、柜子，这柜子蛮有意思的。
电盆儿。这边做了，反正做的就是属于，你说它丑吧，嗯，反正总这种房子这样做出来肯定是好租，肯定比那个普通的没装修的好租，而且租价格能多租一点钱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出来，这又到了那个，客厅、厨房、正餐厅，门厅，然后这边三个卧室加个洗手间，所以再往里走呢是主卧。右手边就到车库和洗衣房，咱们先到左手边。你看，所以它这个隐私啊，各方面都非常好，而它主卧绝对是够大。你想，它1700来尺的房子，1700多尺啊，它能设计成这样，真的是蛮好。而且主卧它这边开了窗，做的这个它自己对着自己的后院，隐私也比较好。再过来主卧的浴缸。主卧的浴缸感觉很漂亮，其实这种是极其的不实用，但是漂亮，对吧？人们总喜欢漂亮的东西。然后我们还需要再买一个镜子，这没有镜子。这个是那个在那个叫什么Home Depot 之类的地方，然后他是买的整体的啊，啊，没有吊柜，但是有风扇，有抽风，好，这个地毯有点脏了，但是无伤大雅，这可以洗一洗，弄一下，好，基本就这样，我们现在去那个。去洗衣房，他洗衣机也还没搬走吧？我们本来是这周五过户，今天是周二。这是一个空调机，这挺猛的。兄弟，这个怎么？新电机，这个声音啊！大家以前你看，感觉自己很多东西是自己做的，看墙上这个洞洞板，比如说挂工具啊，甚至有些人在这挂自行车，不知道这个结不结实。车库，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。后院，这棵树也离得比较远。这树咋还没发？哦，算发芽了吧，还活着呢。屋顶，很漂亮。哦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啊，从这边就直接通那边去。OK， 这边是车道。这边近一点，这边可以转出去。啊，屋顶很漂亮。不过德州比较好，可以免费换屋顶。我们等冰雹。2018年4月12号。
OK，就这样。这个房子租到1750到1800块钱，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OK，更多信息可以上翱翔美国的网站翱翔us.com，或者加我的微信翱翔 US001，全网搜索翱翔美国。我是秋瑞，我在达拉斯等着你，再见。